怎么预防胃癌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乔文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。胃癌的预防呢，要做到以下几个问题几点：第一呢，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和方式。那么，首先一定要保证食用新鲜的蔬菜、新鲜的水果，不吃腌制食品。 不吃那个高盐食品，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，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营养，呃，比如吃鲜鱼、肉、蛋、奶。那么建议呢，多食用大蒜和绿茶。第二呢，就是去除，也就是改掉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，呃。 避免呢，在吃饭的时候不定时，嗯，另外的话，进食过快、过烫、过硬，然后避免吃腌制的和熏烤的、油炸的食品。另外，一定要避免高盐的饮食。第三条呢，就是我们要戒烟戒酒。第四条，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个食物的，尤其是面食。 大米之类的去霉和防霉工作，还要注意我们这个饮水的卫生。嗯，对于有胃溃疡、慢性胃炎的患者呢，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治疗，同时一定要治疗胃内幽门螺杆菌的感染。对于处于高危地区，就是也就是说胃癌高发地区和有高危。 这个人群呢，一定要做好普查，也就是说，定期进行一个胃镜的一个检查。